团员什么时候自动退？共青团团员有退团的自由，可以写退团申请书进行退团。团员年满28周岁，如果没有担任团内职务，应该办理离团手续。如未办理离团手续，视为自动退团。团员加入共产党以后，仍保留团籍，年满28周岁，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，就不再保留团籍。团员如无正当理由，连续6个月不交纳团费，不过团的组织生活，或连续6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，均被认为是自行脱团。团员自行脱团，应由支部大会讨论，决定除名，并报团委批准。